国最强音的首播一出就引来许多观众吐槽，而不买账的除了观众，连四位导师也表示对首播很失望。近日邓军在接受采访时就坦言，自己和三位导师对深圳站的录制都不太满意，几乎可以说没有像样的歌手。不过可喜的是，据邓军透露，目前已经开始录制的上海站情况好了很多，选手们的表现相较之前类型也更加多样化，节目似乎慢慢进入了状态，但能否给观众们带来惊喜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。